这群人在，我觉得阿美星夜节不可能也走到现在这个规模。我们要感谢这片土地，欢迎都兰部落的年龄阶层，嘎巴拉中祥哥哥，我们的哥哥嘎嘎嘎巴棒，还有我们的哥哥拉建成。还有我的年龄阶层拉千玺，这些都是学长哦。红色是学长，红色是监察哥哥呀。哥，你们的吨位都还蛮大的，我不知道这舞台撑不撑得重你。哇，好，这个吉他移一下，你旁边。对。哇，姐姐们也来了，还抱小孩，然后还有我的嘎布拉切西，刚刚得奖，你们到底是得什么奖？你们都自己清不清楚？怎么变老了？你等一下，我要被哥哥顶，你知道吗？好的，切西，好，不要欺负我，是我拉切西里面最矮的。看不到了啦，好了，我们好，还有我们的弟弟们，拉力伟，拉力伟，弟弟不敢出来，害羞。有吗？拉力伟的，你们再不出来，等下哥哥，我拍，我们后面，哥哥生气了，我们拍后面。好，不能那么，我们现在是羡慕啦，不要这样了。好，然后立伟的，哇，立伟的有很多人哎，啊，立伟的这弟弟们，蓝色衣服的，然后我们再欢迎拉萨东。好，最后一个了，我们的最小的弟弟们，我欢迎拉古当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哦，就是还没有插羽毛的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群弟弟们穿蓝色衣服的？我们欢迎巴嘎隆爱。有哦，这是古荡的有，还有后面巴嘎隆爱。好，你们应该没有看过一个舞台承受那么重的哦。很重的这个舞台，好啊，不要叫了，因为你们一直动那个 LED 后面很像很多公鸡呢。好，我也很好奇看，好，我也蛮好奇的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移得动，移得开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跟哥哥们一起清唱，就是。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歌，就清唱哦，就是清唱，这样要唱这首歌，是也献给大家，也让大家记住，每次我们阿美星夜节最后一首歌一定是邀请所有的青年一起来哈、哦。好啦，还要自录哦。输了，赶快输在这里。他们等一下还要继续，啊！你们口袋的钱如果不要的话，可以过去给他们，然后支持他们去，一些钱都会回馈到部落里面做很多部落的事情，比如说青少年的训练营啊，还有一起去部落交流的经费。好了，不要自拍的啦，等一下会给你们时间呢。你们很想拍，其实他们更想拍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哥哥姐姐们，也谢谢我的沙发们，谢谢所有的年龄阶层，谢谢嘎布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得到你们最热烈的掌声。哦，哎呀。
山，哎呀哦啊，哎呀那哦，哎呀，哦哎呀，哎呀哦，哎呀哦啊，哎呀，那路啊那呀那呀哦哎呀。哎呀哦炸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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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